新来的实习医生好帅啊。有肖医生帅吗？三号病房情况不稳定，有任何情况记得告诉我。那边实习医生说我吗？名字是？我的名字是王一博，我能跟着你吗？不然堵车了，再堵都出人命了。是从那个时候起吧，他不在那位患者的病房上做最后的抢救，现在不止了。给你，谢谢。今天的手术很重要，王医生在外面观摩。患者大出血，小李，止血钳。手术差一点就失败了。你有什么事吗？对不起，没能帮上忙。患者救活过来了，我们也尽了全力。加油吧，实习医生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不行了，不能为你疯狂。放开！我以后我有女朋友，你怎么敢？为什么躲着？昨天那个是一场事故，你懂的吧？那天救救死里逃生的病人，你和我的情绪都有一点激动了。在肾上腺素过度分泌的状态下，大脑就没有办法理性思考，才产生了一桩错误性的突发事故。听明白了吗？好想和我跟他恋爱。我已经有女朋友了。好想和我哥睡的。什么？刚刚说什么？健康还能假不假？天哪，这个世界上居然还有人能让自己心里消失一把不能，真是让人不敢想象。小李，你给孙医生做了抄手吗？我帮你拿过去。哥，吃抄手吗？我不饿，你吃吧。我喂哥吃吧。哥，拿完的钥匙，可以去你家吗？进来吧，哥。抖音。